煎、炒、煮、炸，猪肉料理色香味俱全。台湾人爱吃猪肉，每个人平均一年吃下35公斤。说猪肉是台湾人最爱的肉品，实在不为过。而健康优质的猪肉，从源头畜牧场就必须层层把关。猪舍里刚出生不久的仔猪，活蹦乱跳，争抢喝奶，模样可爱。养猪却没那么简单，猪只饲养分批管理，仔猪跟母猪住，离乳后换到保育猪房，每个时期都有专属空间。成猪怕热，住进水帘式猪舍，分区养之外，更要严格控管人员进出。你诸位防疫，就是恁头拄仔一摆恁来打消毒水，啊，一摆穿这衫，吼，啊，我拢爱消毒。啊，迄个哦，集运车啦，我的集运车啦嘛是拢爱离远的位，无爱互伊一摆。哦，啊，运猪车嘛无爱互伊一摆。尽量隔绝了。全面防堵病菌，猪要肥壮又健康，饲料是关键。机器全面运转，倒入饲料，随着输送带跑啊跑，加入配方酵母菌，提升猪只的营养免疫力，生长发育效率提升，把猪的伙食顾好，自然抵抗力就变强。它的抵抗力好，它没毛病。哦，过来就是一对的消化较好啊，好像肠道的什么坏不好的细菌啊，一弄给消除掉。把那个好的细菌留起来，啊，增加它的营养吸收。核对说它是哪里来的？在猪车进到肉品市场前，天下第一关先消毒，喷雾式从上而下，车子缓缓驶入市场。下完猪之后，清洁消毒马虎不得，就怕病毒细菌借由载猪车爬爬灶。动保处派员盯场，消毒工作是否确实，详细记录通通跑不掉。进那个守卫室一次消毒，进来这边下完猪，洗完车干净，然后再做一次消毒，然后出去那个守卫那边的再消毒一次，所以总共消毒三次。猪肉摊贩现在做生意，摊位前都挂着一块新的标示牌，上头写着农场名称。拿起手机轻轻一扫，输入八码拍卖编号，来自哪个批发市场、畜牧场，甚至屠宰日期，资讯一目了然。猪肉履历清清楚楚，透过肉品来源建档，配合政府源头管理，每一摊的猪肉都能让民众吃得健康又安心。民视新闻陈晨、黄信如，台中报道。